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木不刺。最近新上架的游戏《霓虹序列》，相信大家已经刷到很多了。这个游戏真的是非常的爽啊，尤其是拿着我手上的这款 GPD Win 4啊，随时随地就能刷上一局，一不小心啊就容易玩过了头。霓虹序列这款游戏最近非常的火爆，精致的美术、炫酷的特效、极其强硬但流畅的打击手感，多种序列的搭配，不同的搭配不同的游戏体验， BOSS 的那种压迫感很容易使人肾上腺素飙升，在打出多种华丽的操作的同时，还需要提防下一次攻击会在何时到来。击败 BOSS 之后，我都会长舒一口气，还是非常痛快的。游戏完成度比较高，售价呢也非常的合理，不过此游戏目前还是有一点的不足，需要获取升级的材料还是非常直干的。一位太刀小姐姐需求的操作比较高，伤害呢也有点刮痧，这其实让我感觉这款游戏可能更偏向于手游那种风格的单机游戏，不过也不影响，这是一款非常精美优秀的国产游戏，目前还是 EA 阶段，希望后期可以调整一下，就可以让更多人来接受这款优秀的作品了。好了，这里是木不刺，喜欢这款游戏的朋友可以抓紧入手刷刷刷起来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